相当高的，而且这种水草表现方法就是元代，元代后来就是基本上就不用这种表现，这种一根水草在这儿，一会儿看画灯你看啊，好像在这摆动一样，你就看在水中，画绘画水平相当高，这个元代青花瓷这个水草，啊，像一个蜈蚣一样啊，弯弯曲曲像一个蜈蚣，很长，啊，很长，啊，非常非常有这个时代特点啊，非常有时代特点。我看呢，上午呢，咱们呢看一会儿幻灯，下午咱们再接着讲一下元代的，比如说青花瓷器的所用的青料啊，它的胎写的那个十四世纪的青花瓷器，就是1952年发表的，写的那本书。这本书现在也很难找到那个什么了，这个原书啊很少啊，原书很少。哎，是吧 ？Fourteenth century blue and white， 青花英文当中不是叫 blue and white 啊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i 啊萨莱博物馆，1952年，华盛顿啊。这个书将来要大家有机会可以找着看看啊，但是很难找到啊。就是这本书，后来他又写了一本这个阿德维尔四收藏的那本，那是1956年发表的。就这两本书把元代青花瓷器啊，这个掀起了一个热潮啊，人们开始认识元青花了。好，这件呢就是严幼型那件，就是九江收藏那件，是吧？那个严幼型的这个塔式罐啊，我光照了一个底，大家看这又翻看到吧？它底下很粗糙啊，上面有些粘煞。粘的沙粒很严重，啊，对，这件呢比较特殊一点，这件，但它这种莲瓣呢，它这种莲瓣不是咱们讲的那种云尖啊，不是那种，哎，它这个呢是带着这种，怎么说呢？你说它是莲瓣嘛，又像蕉叶。他不是，我刚才讲的是那种，我刚才讲不是，正院不会是假的，这是墓葬出的，它是墓葬出的，它青花发色不鲜艳，灰，发灰黑，发灰黑，但是它的底部呢，你看这是釉斑特征很明显，这是这件东西，这就是这个。至正十一年，那个刚才提到那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啊，就是英国大学的基金会，就是吴兰西托运出去那一件。你看这个底部，看到吧？很深的进去，很深的进去，有点虚，可以调一下，就是调一下那个前后可以调。好，看到吧？这个龙是不是小脑袋细脖子？然后你看这个龙动感很强。四爪龙，看着交易这件东西啊，把元代我刚才讲的是纹饰特征啊，都反映出来了。看看这个交易是吧，实心的啊，实心的。我刚才讲就是这个地方原来一边有一个环儿啊，现在没了这环儿，这个地方都有釉都给磨了啊。然后你看看上面这个缠子莲的叶子是不是葫芦形，然后带刺儿啊，是吧？带刺儿，哎、啊。然后这个像不像麦穗啊？这种画的啊，这个瓣儿一个一个的，哎，然后你再看这个龙，刚才特征看出来了是吧？这是鱼鳞状的龙。你们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网状的表现鳞的，这种也有，就用青花线啊表现网状的，这个是鱼鳞状的龙。另外就是它是四爪，看到吧？这是四爪龙，啊，爪是很锋利的啊，它这个龙爪很锋利的。海水看到了吧？这种粗线条表现这个浪花，细密的头发丝一样细密线条表现海水，这也是，哎，然后是这个，这还是这个缠枝莲了。下边你看没有，这个莲瓣也是分着的，对不对？莲瓣，这是腐莲瓣，也有养的莲瓣，哎，然后这个莲瓣里边画什么？画了杂宝。元代瓷器不光是青花，包括这个软白釉也是，它的莲瓣里边经常有这个杂宝。杂宝啊，它不是。就是指的这种，它跟八吉祥不一样啊。八吉祥是轮罗散带，包括鱼肠，杂宝里边就是这种，有这种，比如说银锭、火珠、珊瑚，这个还有方胜这一类的，就是叫杂宝啊。元代瓷器上经常，这是杂宝，也是元代瓷器的一个特点啊，经常画这种东西啊。这个再看下面一个展题，
你看这个，这就是把它纹饰描绘下来，就更清楚一些了，是吧？哎，这种缠枝菊啊，这种缠枝菊呢，你看它这个染色呢，基本上都是外边这层棉面都是填满色了。红果的时候，我刚才讲是染一半，染一半，蕉叶，蕉叶，看到吗？然后这个，这是它的云，像这叫蝌蚪云，像蝌蚪一样的。你看这个莲花像画的画，像不像麦穗啊？画的啊，画的带刺儿吧，是葫芦状的，是吧？葫芦状的，这杂宝，莲瓣里边画杂宝。这个地方呢，一般的在植物学上啊，这个地方叫缺刻啊，缺就是缺少的缺，刻就是刻划的刻。元代青花瓷器上这个缺刻啊，缠枝菊的这个缺刻比较深啊，就比较深，往里进的比较深。这个叶子，好，再看下一张。啊，你看它这个莲花，我刚才讲，你看这个莲，有着这个莲花芯画成石榴状，是不是像石榴啊？哎，莲花芯，哎，你看这个缠枝莲的叶子。好，再看下一张，这就是云间纹，看到吧？啊，可以把它调清楚一点。过了。好，哎。再稍微回一点，好，这是云间，这就叫云间纹啊，云间纹。你看它这里边画上这种细密的这种鱼鳞状的海水，然后里边还有这种白色的莲花，是吧？哎，这种云间纹呢，经常装饰在一些大罐子的肩部啊，肩部，还有一些盘子啊，里边也画啊，也画云间纹。这是元代的蕉叶，这是红武的，看到这个区域啊，红武的。这就是它的，把它调实一点。再还虚。再回来一点。再回来一点。再回来一点。哎，你看它这个铭文吧，哎，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它这个字啊有点阴散，不是很清晰啊，不是很清晰。而且它这里边有几个字啊，有它的特点。这个舍呢，它这加一点，看到没有？舍这有一点儿。另外这个这个打共和共子，你看它这个地方一点八往上一提啊，这都，然后这边这样一点往这边一拉，然后这个四呢，你看它这么写，这个四啊这样，然后这儿加一点，八一转圈一点，有它的这个时代特点啊，这一件写的是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施舍的舍，它有个提手啊，四月吉日舍，这个字大家这个风格，书法风格大家要记一下，它并不是很规矩写的，并不是很规矩，写的比较草，这个字按理说书法水平并不是很高啊，并不是高，你看这一副的副是不是写单立人加个寸啊？它不是写成正规的那个布，好，你看这件呢，这是另外一件上面写的，看到吧？其他字都一样，就是这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它是写的良辰谨记，都是张都是这个张文进，他进呢写的是繁体字的进，没有张文深啊，没有张文深这么说。你看他这俩字，这个共啊什么都一样写的，是吧？设这一点是更清楚了，它是一点加一点，这些特点大家都要记。他有时候仿品往往不注意这个。好，看这件，这件就是一件仿品，但是好多人把它当真的，看到吧？他这个绘画水平也差远了，差远了。你看他这个画的，这是海水，这是画法，你刚才那个他根本就没法比，没法比。他那个按的那个大小做的，你看他再看看他的笔，下边，看下边，看吧，做成这样，他是圈笔，圈笔，他不是品。你看刚才那个，咱们知道是这样进去。好，下面这也是一件，这是宝，
包括它的绒的这种动感什么都不行，跟真的没法比，没法比。这就是我说的那件又有名，他这也写的，对。嗯，好，他这也写的这个铭文，根本就没有釉绫，你看这绒化了，这太，要不看真的，你还感觉还可以，你看一看真的那个，这没法看了，这个绒的话，太次了。这个呢，就是说呢，叫一般的人叫青花釉绫，镂雕盖罐，流雕罐的。这个东西呢，河北保定窖藏出土过两件，都带盖儿啊，都带盖儿。一件给了故宫博物院，另外一件是在河北省博物馆，就是1964年的时候。那么还有两件是在国外，在英国。这件是在国外那一件，好像日本还有一件。这个就是他呢，采取了这种，实际上叫青花釉釉。实际上他这个地方这种啊，他这种就是红釉。他的花卉花朵用的是红釉。花叶子是青花啊，青花，然后它是突，它是这个镂空的啊，镂空的。另外就是元代瓷器上呢，就是这种串珠纹，它用一个小泥珠一个小泥珠围起来的，这是元代瓷器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用这种串珠纹小泥珠围起来的啊，围起来的啊，这玉壶春瓶上也有的，有这种装饰的啊，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看这个云间纹就很清楚了，是吧？这个云间，你看它三层勾线吧。中间是很粗，两边有两条紫线，这边画这个折枝花卉啊，这边画折枝花卉，另外你看这个帘幔就是我刚才我提到的，都应该分的了。你看它到这儿这两个挨上，它就是画不下了，画不下了。你看我刚才讲的这个这笔下来，看到没有？它这是个很潇洒的下来，它不会说在这个悬线，这个悬线这儿很整齐的啊，这个要注意。底下看到吗？底下不会非常干净的，不会非常规矩的。像这釉斑也有釉斑，都有釉斑。你看它这个足啊，它是消足，它不会打磨的。你要记住，元青花瓷器这个罐子、梅瓶这个足啊，不会去拿砂纸打，拿布去抹的，去打磨，刀子削的，它有刀锋，拿刀子削的。这就是这个元代青花瓷器。而且这种造型四系扁壶也是元代特有的造型，别的朝代没有，它是扁的，上面有四个兽状的系啊。我刚才讲美国纽约拍卖那件就是这种东西，还残的，这儿有一道裂，拍了将近5000万。有大小都有，还有这么大的仿的，非常多，这个要注意，要注意。底下没釉啊，底下没釉。你看这件东西呢，再回来，这件东西呢，你看它用的就是凤穿花，是吧？凤穿花，我跟你讲，原来这件没有绒穿花，反正我没见过。然后这个绒特点也是，张口吐舌，细薄，你看，尖尾，这个海水的画法，看了吧？很粗线条，然后细密线条，这是标准的大云间，云间尾。它也是。底部我没拍这件啊，这件就是葫芦瓶，这是在托布哈比宫的那件啊，它那个很珍贵，把它看了，还可以加上那种铜的啊口啊盖儿啊，这件发色很好，这件它是缠枝牡丹啊，缠枝牡丹，你看这就是八方葫芦形。刚才那是圆的啊，就是那不是，这是八棱的，那也是凤穿花，对不对？我刚才讲了，就是这是瓜，香瓜嘛啊，也有画香瓜的啊，这是这个它安的这个棱啊，八个面分区来布置，纵向的啊，纵向的。你看这连瓣都是这样分着的，对不对？这种就叫锦纹。刚才我写过说那个锦纹呢，就是这种辅助纹饰。你看这一仰一俯这种。它这个帘瓣里边画上还画一个折枝莲花，啊，折枝莲花，这些东西就是螳螂，看到吗？我说这个螳螂啊，这不是螳螂吗？画的很逼真的这个螳螂，在这儿，它画在这里边，你不仔细看看不到的，是吧？你看这帘瓣都是分着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
花骨盘啊，元代青花瓷器花骨盘，然后它这个是采取的里外边是就是青花地儿白地儿青花，里边是拔白，里边就是拔白，花纹是白的，花纹一半是涂的青花料，好，莲花叶子也带刺儿是吧？这是比较精美的这种，这也是托普卡比这个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在这个土耳其啊，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这你看它也采取大云间的装饰，云间里边也画纹饰是吧？但是这个。这个莲瓣呢，你看它这个稍微是挨上的啊，你说它是完全挨也不是，属于这种啊，里边画杂宝，这是杂宝，看到吗？杂宝，这大盘的口径就在46公分左右啊，比较大。好，这件呢就是我提到的啊，上面吹洒了这种料点，看到没有啊，有这种料点。你看这个海水的画法啊，海水这也是凤穿花，看到吧？凤穿花里边这是露丝啊，露丝鸟。这件呢是故宫收藏的一件，可以被它挑起一点。就是鸳鸯莲花的一个花骨盘，这个口径也在46公分。这是几纹，这是几纹。你看它这个缠丝莲的叶子都带刺儿，是吧？都带刺儿。这一类都是典型元青花啊，典型的，这是画的鸳鸯啊，这种画鸳鸯的也有碗，也有大碗也画鸳鸯啊，这一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2003年在佳士得拍的，香港佳士得拍的一件，拍了932万港币，你多漂亮一件东西，其实这个价格我感觉很高，盖儿还有盖儿。你看它这个画的，这件就是一件我刚才提到的，它这个花朵的叶子金，就这个花朵都刻划的金脉，看到没有？你能看出来？它先刻划了，刻划这种金脉。这件是八棱梅瓶了，我刚才讲梅瓶也八棱形，八方形，这件就是八棱的梅瓶，这是在日本。这个松岗美术馆收藏一件，在东京啊，它有这种就是开光，这就叫开光装饰啊，它是一个菱形的开光，你看也是凤穿花，看到吧？凤穿花，这也是云间纹，云间。这是一个就是萧何月下追海信那件梅瓶，在南京市博物馆，这个画工相当高超。真有那种感觉，好像月夜那种感觉哈，好像晚上有月亮那种夜晚那种感觉，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它这个你看，都是虽然用一种青花料来表现，但是它画技是相当高超的啊，相当高超的。这个就是属于质证型的，这就属于质证型。你看它这是典型纹饰，莲瓣分着画，然后里边有杂宝，这是缠枝莲，缠枝莲叶子也带刺儿是吧？然后这你看这竹子都是向上的啊，向上。然后下边的就是，你看它这个莲瓣，我刚才提这种特点，大家要体会啊。这一笔下来，下边比较浓重一些。然后京城的元代青花瓷器啊，再回来，我让你过再过啊。元代青花瓷器经常呢，这种有时候表现这种莲瓣的时候啊，它经常这上面再来这么一个啊，不是每一件都有啊，它就画一个头，这个也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不是每一件都这样啊，经常会有这种，这种是卷草。这是卷草纹，再就是元代梅瓶，要记住，基本上都是它这个颈部是个带着梯形，不是上下很直的，也不是这种弯的，这是它的一个时代特点。宋梅瓶，宋梅瓶是什么？宋梅瓶一般的，它这个脖子呢比较细的，然后它带着弧状的，这个我刚才讲，它出了四件这个梅瓶都带盖儿。这种元代的梅瓶，你要记住它的盖儿的特征。这个盖儿啊，它里边有一个管状的一个，正好是插到这个瓶口里边去，管住这个盖儿，防止它滑落。这种做法是元代一个特点。
它里边有个细管状的东西，在这盖里边，哎，这个这些东西你看它装饰比较特别。我刚才咱们不刚才不是提到元青花都是这种繁密嘛，是吧？为什么它这个都留这个？实际上这个东西它当时啊是留着是准备嵌金的，明白意思吧？它其实上面准备加金彩啊，没有加啊，没有加，哎，它应该是属于嵌金的。你看他这个画了是吧，刚才我讲你可以在这儿反映的非常明显，这一笔下来啊，这一笔下来啊，然后这龙的特点啊都是你看张口吐舌是吧，凤穿花也是，哎，看底部没有这个、一个管它是要插进去哦，这种一般人不会注意这个，或者很少发表这种照片，就是没给那盖儿的照片，你不是，所以现在房子好多啊，它这里边不是个空心管，是一个或者没有管，里边或者是一个棍儿，这都不对的。哎，另外这四件梅瓶呢，我下午可能还会提到它，大家先看一下，它里边都写了一个墨书的玉，礼数数书玉社，它是代表周礼当中的六艺，每一它这个这个梅瓶里边每一件里边都有，盖里边写一个盖的这个我说错了啊，它是一共出了六件梅瓶啊，礼书数数谢玉六艺啊，六艺。它里边每一个都有一个字，而且呢，写玉的就是玉字，写这个数学的数的，数的就是这个数字，都有。你看它这个底部看特征，看到吧，都是削的，拿刀子削的。这件大家一看，它就是仿钢材的。造型也有一些走样，然后画的呢，不看真的你感觉还挺好，你看了真的就感觉是太死了画，但好多人把它当真，我们这种东西好，这件你看也是一件仿瓶啊，它造型就是完全元青花没这种造型，它也是仿的梅瓶，这个造型差的太远了，哎，但是呢，它肯定加上釉斑了，所以说你不能根据釉斑有没有就是来判断啊，看没有，它给加上釉斑了。这件呢是河北保定64年教堂出那件八棱带盖梅瓶，这个当时出了两件，也是给了故宫一件，这件是在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故宫那件是没盖。啊，这件有盖儿也是八棱形，这种八棱形啊，它成型难度很大，烧到不好，烧也容易变形，啊，这个很精美的一件东西，也是云肩啊，凤穿花啊，然后白龙，啊，你看这龙也是这种特点，是吧？接痕是在中间还是在？一般都在这个地方，有接痕，好，底下看到吧，右斑，是不是？很自然的，它有些有沾沙，你看沾沙粒，它不会很干净的，你就记住，原来这个瓷器啊，它这个沙底下不会很干净。这就是八棱玉壶春瓶，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个保定教堂出的，也是64年，跟刚才这梅瓶一起出的。它里边你看有画，梅瓶的里边画纹饰是吧？它是一个双狮滚球，这是前纹，前纹连瓣也是分着的啊。卷草，卷草，在底下，元代青花瓷器啊，玉壶春瓶底下是有釉的，大家要记住，但是它这个釉呢也并不是很均匀，釉不均匀，玉壶春瓶，它也是消毒，这件就是我刚才讲这个1986年。是86年吧，湖南常德出那件，是56年是86年，我记不很清了啊。出土那件的蒙恬将军这个玉壶春瓶，这是一个圆的，不是八棱的了。它这个口沿里边啊，它这个地方是修了，这里边也有纹饰，口沿里边也画纹饰。你看这竹子，看这竹子是吧，都亭进向上。好，这是另外一面。瞧一下，好，再回来一点。这是另外一面。
你看这竹子画的是吧，它那个扣眼里边有这种云头如意头的纹饰，看扣眼里边。好，这件就是在日本出光美术馆原来收藏一件，就是这个很有名的一件，这个明妃出塞的冠啊，也是应该属于制胜型的啊，非常精美的一件冠啊。这个东西也有仿品，你看这竹叶啊画的啊，然后这个人手里拿了一只鹰啊，然后这个你看缠枝莲的画法啊，海水的画法，是很精美的一件东西，画的非常好。看看这件，这就是仿钢材，画的太次。这件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也是在日本，哎，日本出光美术馆，你要把它调实一点。你看这个龙画的多好，这种动感，它这个鱼鳞状的这种龙鳞呢，哎，画的非常细腻，哎。这个也是四爪啊，四爪，这也属于执政型的这类，画的非常好，青花发色也漂亮。好，这件呢是江苏居荣出土的一件元青花的盖冠，云龙纹，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荷叶型的盖子啊，荷叶型的盖子。它上面这也有一个钮，这个钮在这儿。这件东西呢，发色没有刚才那件好，但是也是属于制胜型，很漂亮的一件。带盖儿啊，这种罐子都应该有盖儿，有些更是没有盖儿的，就是过去当时肯定有，啊，盖儿都湿，有的就是那个湿掉了。好，这件呢还是保定教堂出那个哈，青花釉里红这个。楼雕盖罐，你看仔细看它这个盖子的变形，对不对？哎，往往啊，这都是对的啊，它有点变形啊，倒是正确的。这个回纹连上了？啊，没有啊，没连啊，一个的。这个现在有仿品吧？有仿品多的，有仿品，但是仿技比较拙劣，仿技比较拙劣。因为这东西有点很难看。底下看看，这个脚怎么剪？剪的时候怎么对？也有右翻。夹在哪里好？嗯，因为它没有那个锥啊，没有那个凸出来的这儿。因为我是铜啊，不是每一件。八棱罐，这就是这个我刚才提到的罐子当中的八方造型啊，这件东西是很精美的一件，它两边有这种这个，这叫蒲手啊，蒲手啊，蒲手呢过去应该都有个铜环的，这铜环就丢了啊，都丢了啊。这件东西是有鸳鸯卧莲，有松竹梅啊，松竹梅这个画的是也挺好的，这东西啊，看底下是这样的，你看看底下吧，是吧？它是带风格，大家有记住，也有沾沙，你看没有？然后这个釉斑，多多少少都有，但是你不能迷信这个釉斑，说有就得真的，没有就是假的，或者是这个啊、现在我你要看到一种有釉斑啊，这个东西就对了，不能这样啊，千万不能，先他们都知道，都给上加，都给上加这个东西。这件就是这个元代的一个青花云龙纹高珠杯，这件东西呢，它里边有印花，印花，印里边有暗花的印花是元代青花瓷器一个特点啊，有些盘碗啊、高珠碗它里边有这种印花，好看一下。对，九窑没死心啊？哎，你看这有印花了，看。可以啊，刘老师，那个明代的有没有印花？洪武时候还有这种做法，洪武啊，明初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后来就没有，基本上没有。好，这就是那个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杭州一个元代教堂啊出土的一个青花的一个笔架，这个是这个。一只鳌啊，就是那个独占鳌头的鳌，它是海里头一个怪兽啊，
他以他为形象做出来这种笔架，这很少见啊，就这么一件东西。好，你看这个右边，我给你找了一张比较清楚的这个图片，看啊，这就是大罐子的这个刀锋，你看这削的也很清楚，是吧？看得很清楚，它底下有一种螺旋状，这也是它的特点啊。螺旋状的或者是那种放射状的元代瓷器非常有这种。这个右边你看它很自然啊，所以这个大家有记住啊。啊，这件呢是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残了这个，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精美的。啊，山东省博物馆制作精彩，上面说口是磨了吧？啊，它是残了嘛？它上面应该有个盘口，打掉了，打掉它把它磨了。哎，但这个东西也是有扶手，应该有环了啊，也是丝藻的。这个鱼，这个龙鳞呢，它没有填色啊，没有填色。这件也是很精美的一件东西。啊，可惜是残的。这种东西就是我说东南亚国家经常出土这种小的蒜头瓶，啊，小件儿也挺好，圆形花瓷。画的是这个折枝梅。这不值钱吗？这种东西价格要差一些，差好多了。好。啊，我给您放几张仿品，您看看，这个大圆果。原来有一篇文章，我记得是。谁在《吴报》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圆国蒙岛英雄汉》。这个说外地有一个人收藏一个大圆国的这个油款的这元青花，后来弄得这个武装押运，弄了几个警察荷枪实弹的弄到北京来，当成宝贝啊。实际上这是一件这个新的，他们知道。所以有时候我记得有人写过这一篇《大圆国蒙岛英雄汉》，蒙岛英雄他当真的。这种东西都是仿品，你看这个底，它哪有这种特点啊？啊，这件东西是件真的啊，这件东西是四川雅安出土的一件，带年款的这么一件，它就是写个青花写料，写这个年，至正七年制，啊，没有画图案，这是四川雅安出土。市井的这个，市井的没问题。还有一道螺旋，这件呢就是元大都出的，我刚才讲那个凤流扁壶，这个好像内蒙也出土过一件啊，内蒙也出土过一件。看那个回纹，这个比较清楚，看一个一个的，两个连起来。没脸，单个儿的，单个儿。哦，但是它的壳是合成的，哦，对，它是出土时候是残片，然后粘起来。好，咱们今天上午就到这儿，好吗？下午咱们的概况，还有它的一些共性。另外就是说，介绍一下这个元代青花瓷器的认识过程。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啊，大家才开始慢慢的认识清楚。另外就介绍一下元代青花瓷器的造型，啊，还有它的纹饰，造型纹饰。那么另外我就是讲了一下元代青花瓷器的一些这个特点，一些这个在鉴定方面的一些特点。那么下午让咱们接着那个下面介绍一下，就是元代青花瓷器所用的这个青料啊，关于元代青花瓷器所用青料的。那么咱们这里主要是讲一下这个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所用的这个青料啊。上回大家通过看标本也好，看幻灯也好啊，可以发现就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的，它的图案的啊，它的纹饰啊，发色呢是比较鲜艳的啊，比较鲜艳的。当然它这种鲜艳呢，跟永宣的青花不一样啊，跟明代永宣的不一样，那么跟成化的也不一样。
成红，成在成化弘治的左臂将，那么跟后来的加隆万啊，这个正德啊，正德加隆万也不太一样，哎，它是有它这个独到的这种颜色，啊，而且呢，可以发现呢，通过标本你可以看它的这个浓重的地方呢，有黑色的这种齿点也好啊，叫斑点也好，它有这种结晶斑。叫铁锈啊，或者叫铁锈斑啊，都行，但是这种铁锈斑啊，就是元代青花瓷器上这种铁锈斑啊，它跟永宣的不太一样啊，你仔细观察它不太一样。就说呢，元代青花瓷器上的铁锈斑呢，它下沉的并不是很厉害，啊，下沉的并不是很厉害。那么永宣青花瓷器，咱们知道用那种苏麻离青料画的那种，因为它氧化铁含量比较高，青花料当中。那么你看它这种结晶斑啊，它也就沉得比较厉害。大家有一种说法是沉入胎骨，沉入胎骨，我想这个倒有点过分了啊，就说的有点过了。它倒不可能沉入胎骨，反正它是往下沉的是比较厉害啊。低于这个釉面呢，很明显啊，就这个结晶斑往下沉啊。这个但是元代青花瓷器它这种沉呢，并不是那么严重啊，略微有一点下沉啊，或者有的就是跟釉面呢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那么元代青花瓷器它这个青料到底是来自什么地方，现在呢观点呢也没有统一啊，观点也没有统一，而且呢这个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科技工作者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关于元青花瓷器这个料的来源问题，意见分歧呢也是比较大啊。那么综合了一下呢，我给综合一下，主要有这么几种观点啊。一种是认为它来自这个波斯，就是现在的今天的伊朗，一种认为是来自伊朗，第二种观点认为呢它是来自这个印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来自印度，第三种观点认为它是来自远东地区的这个一种蓝色料。而且认为这种蓝色料呢不能单独的画青花瓷器啊，认为它必须与古土矿啊还有或者是锰矿的混合物啊来混合着使用，这也是一种观点。做的比较好的一次呢，就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啊，咱们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是在中国古陶瓷科学化验方面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啊，就是以这个周人呢，李嘉志，现在还有这个张福康啊这些先生他们，在古陶瓷化验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啊。那么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啊，有陈尧成他们这个先生他们，他们通过分析元代青花瓷器所用的这个青花料啊，然后通过分析他们的组分啊，化学组成，然后他与世界上呢能够查到的100多种这种古土矿进行比较，查找出呢元代青花瓷器的。它的一些接近的跟元代青花瓷器接近的这种古土矿的这个产地啊，然后他们又结合一些当时的中外交流的一些方面的这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啊，进行综合的研究啊。他们认为元代景德镇典型元青花啊，这个有一个特点，它的化学组成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氧化铁跟氧化锰的比值啊。氧化铁跟氧化锰的氧化铁跟氧化钴的比值，这个比值呢，认为哎，好像还是氧化钴，因为这个比值比较高啊。在2到4.5之间，这个比值。氧化钴，哎，那么氧化锰跟氧化钴的比值，啊，它的话呀，这个是二氧，就氧化锰跟氧化钴的比值，哇，这个比值呢是比较低，小于0.07%。啊，小于0.07%，而且认为这个元代青花料当中呢含有砷跟硫，
还有砷和硫。还有这种东西，而且，认为基本不含铜，他们化验这个料啊，基本不含铜，也不含这种镍，也不含这个东西。这个。咱们知道用化学元素分析法这个可以来进行鉴定啊，它而且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他们这个原理呢，就是说呢，他们通过化验一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品种的这个瓷器啊，它主要是测量它的一种叫衡量元素。衡量元素。那么这种衡量元素有时候也叫指纹元素啊，就好像咱们人呢，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啊。那么根据这种衡量元素呢，可以进行鉴定。那么元代青花瓷器呢，它刚才讲它含有硫跟砷啊，那么这个砷呢，就是元青花瓷器当中的一种衡量元素。所以这个砷呢，应该说对于我们通过化学分析进行鉴定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学成分，这个化学元素，这个砷就元青花当中含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前些年呢，有人就是说用这个，就是说啊，有人呢拿着一件东西啊，让这个科技工作者进行化验，然后呢，他们就通过判断它含不含砷呢，来进行判断它这个。认为就判断它是真假问题，但这个东西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大家不是说啊，但你不能说含砷的就是这个真的，不含砷的就是仿的，这个不能绝对啊，这个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说现在是仿原青花瓷器当中啊不含砷啊，有这种观点。但是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测的这个仿的这种原青花瓷器啊，你测过多少标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这个数据库啊，你这个量有多少？而且你测过大陆仿的，那么你知道现在仿元青花除了中国大陆仿以外，在其他地方也在仿，比如说这个台湾也仿，据说这个西亚那边也在仿，啊，伊朗那边也在仿，啊，泰国也在仿，啊，那你这些东西你都测过没有？所以说呢，他现在所谓这种认为仿元青花不含砷这个观点啊，本身就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因为你没有都测过啊。另外，你就说大陆就是现在也不是一家在仿这个元代青花瓷器，那么你测了张家仿的李家的东西，你测没测？是不是？他们用的料可能都不会一样的啊。你所以说呢，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一个参考。然后我刚才讲到，就是上海硅三研究所，他们通过化验这种典型元青花的这个瓷器啊，然后跟这个世界上100多种这种古土矿啊进行对比，然后发现呢，这个认为元青花的这种骨料啊，氧化骨的这种料呢，与一种不含这种镍跟铜的啊，一种叫这个复古的啊古毒砂的化学成分很接近啊，复古的古毒砂的化学成分很接近。而且认为这种含这个含钴的这种钴毒砂呀，很可能来自中亚和欧洲啊，有这种观点。而且认为也可能来自与我国呀同一地质构造的啊，同一个地质构造的甘肃新疆地区，也有这种观点，就是认为他们也可能来自这个甘肃新疆地区。这个而且认为就是典型元青花所用的钴料啊，就是一种含砷的高铁低锰啊，高铁低锰的这种原料，它就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别人问你呢，你说典型元青花的它在化学组织上面有什么特点，你就可以说它是一种含砷的高铁低锰的这么一种骨料啊，天然的啊。至于元代的文献当中记载的啊，就是说有一种回青
啊，回回青，回回青肯定是一种古土画，哎，这种元代的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里边啊，记载过这种就回回青啊，它当时是用来，它是一种医药用的，可以来热敷啊，治这个毒疮的，啊，热敷治毒疮的，但是没有讲到用于这个画青花，啊，就是元代确实从伊斯兰国家进口过回回青嘛，肯定从伊斯兰国家进口过这种古土矿的这种东西，哎，但是呢，当时文献只是记载它是用于这个医药啊，医药并没有说用它来化青花。那么至于它到底用没有化青花呢？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说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用这种回回青。所以关于元青花的清料问题呢，现在整个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么一个结论，哎，一般的基本倾向于它是一种来自西亚的这种进口的古土矿，哎，一般基本上是认为它是一种进口料，啊，进口料。所以说这个，但是呢，有人把这个元青花瓷器的料呢，有人说成这是苏麻离青，这个观点不能，我认为就不能这么说啊。这个苏麻离青料就是特指的，就是典型的永宣青花上的，你不能乱用这个词的啊。因为元代文献根本就没有提到说元代青花瓷器用是用这个苏麻离青啊，根本没有这个说法。而且是因为是明代的文献是明确记载啊，就是这个王世茂写的那个《窥天外城》啊，就是万历时候，王世茂写的《窥天外城》上面呢，明确记载是永宣瓷器啊，用的是苏麻离青料。那么你元代文献根本就没有说这个元青花用的是苏麻离青料，所以不能说是元青花上这种料啊是进口料，而且是苏麻离青料，不能这么说啊。我认为啊，这个观点不能这么说啊。苏麻离青只能指这个永宣青花啊，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进口料啊，可以说它是一种从西亚进口的，这个可以的啊。而且它是一种高铁低锰。高铁低锰这是对的，而且它是含硫跟砷啊，这是这个你都可以说的啊，含硫跟砷这个都是经过科学化验的啊，而它这个砷呢是它一种衡量元素在里边啊，像人的指纹一样啊，它可以作为一个鉴定的参考，但是不能说含砷就是真的啊，通过化验不能这样的。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件元青花啊，你说我去化验化验的，现在也有无损不是吗，就是咱们讲那个 X 射线荧光分析法啊，把这个东西搁到这个机器里边去，我可以测这个青花料含不含砷，可以测出来啊。你不能说测出来这个含砷，呀就马上判断就是这个就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啊，不能这样的啊，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哎，这个如果那样的话，就肯定会出问题的啊。这个我们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啊，有的东西明摆的就是肯定是不对的东西。哎，他测他的无损啊，或者是用湿法啊、化学分析啊，他测他说他这个东西。说是含砷啊，但是明显的东西是不对的啊，肯定是不对的，太就是特别明显的啊，所以说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这是关于元代青花瓷器的料的问题。下面咱们稍微再谈一下元代青花瓷器的胎。它的胎，我不知道上午大家看这个标本的时候啊，你仔细看没有啊？或者你用放大镜应该看一下它的断面啊。元代青花瓷器的胎啊，你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它的胎质呢，明显是赶不上明清时候的瓷胎呢，洁白细腻啊，比不上明清瓷器的明清青花瓷器的胎呢洁白细腻。特别是咱们知道康熙时候的青花瓷器，大家知道有一种糯米胎是吧，那非常细腻的啊，像糯米汁儿一样的啊。如果你发现一个这个图案画得非常好啊，就是元青花画的这种元代青花瓷器这种典型图案啊，什么都很好的，如果你看它的胎子就如果达到那种地步啊，这刚才我讲的非常细腻啊，这肯定有问题，它元代青花瓷器它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它的瓷胎啊，它比不上明清青花瓷器的胎子洁白细腻，而且略微显得粗松啊，略微显得粗松一些。这个最好是观察它的碎瓷片的断面啊，因为你完整性啊很难看得出来
啊，而且有一些细小的气孔，有一些细小的气孔，对。而且元代青花瓷器的胎子呢，现在经过科学化验呢，可以发现明显的可以测量，主要是测它的胎子当中氧化铝的含量。测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可以发现它是一种二元配方。为什么呢？它的氧化铝含量比较高。关于这个二元配方啊，我这稍微说两句啊。什么叫二元配方？那么景德镇这个地方啊，它有一种瓷石，可能大家以为，比如说我在那儿上了四年学啊，我们都去参观这个磁石矿。它这个磁石是一种石头状的，这种石头状的，但它比较软啊。它是一种磁石呢，主要是一种富含氧化铝啊、氧化硅啊、氧化钾、氧化钠啊，也就是它的这种成分呢，它能适合于瓷胎的这种成分。它符合瓷胎的成分，也就是说呢，景德镇这种瓷石，按理说的话，它用一种瓷石啊，可以单独来做这个瓷器的胎的这种原料，明白这意思吧？也就是说，这个瓷石我粉碎以后，直接可以用来，就用这一种东西就能可以来做胎成型就可以了。啊，它这种按理说是这样的。那么在元以前呢，景德镇用的就是一种瓷石，宋代啊，景德镇瓷器烧瓷器青白瓷用的那个就是一种瓷石粉碎以后来做胎的。哎，因为什么？它这个成分正好能符合这个胎的要求。但是到了元代呢，慢慢的，为什么就是说提出一个二元配方法呢？也就是说呢，它这种磁石啊，浅层的，就是经过风化的这种磁石啊，经过略微风化的这种磁石，基本上用光了。为什么说它提出一个这个磁石？我刚才讲，它符合这种化学成分，它经过风化的这种磁石啊。浅层的这种经过风化磁石呢，它里边这种有些金属氧化物啊，随着这个它融到水里去啊，经过风化以后它就流失了，流失以后呢，它这个氧化铝的量就显得比较高一些，明白这意思？氧化铝的量比较高一些，那么它呢能适合于这种制瓷这种瓷胎的要求。瓷胎当中氧化铝的量是非常重要的，氧化铝的量，氧化铝就像人的骨架一样，在瓷胎当中起一个骨架的作用。如果氧化铝的含量低了以后，这个瓷器一烧就变形，一烧就塌，明白这意思吧？那么到了元代呢，这种浅层的瓷石啊，用光了，用光以后用深层了以后，它这个氧化铝含量就低，啊，因为它那个基础氧化物没有经过流失，没有经过风化，其他的就是氧化钾、氧化钠这一种，哎、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所以它元代它要烧，而且元代咱们知道刚才上午讲，它烧瓷器它讲究大的，啊，它这个蒙古人啊这种风格，它是讲究大的，高大的东西。越高大的东西啊，如果氧化铝含量越低的话，一烧就容易变形，一烧就容易塌了，哎，这样的话呢，所以景德镇制瓷工匠呢，他也知道里边就是主要是这个骨架子，好像人没有骨架子一样，那么他就考虑到往里加一种能增加氧化铝含量的东西，就是这个高岭土。这个高岭土啊，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通用的一个词汇，它叫高岭啊。这个，而景德镇呢，这种高岭土啊，它这个氧化铝的含量呢相当高，比较纯啊，比较纯，就是一种白色的粘土啊，这种高岭土。把这个东西引进去以后，因为高岭土就主要是含氧化铝，啊，含量非常高，这样的话它就提高了瓷胎的这种氧化铝的含量，明白这意思吧？所以它就可以烧成大器。大气，所以元青花瓷器刚刚看着相纸瓶都很高大的，还有大罐子什么的，它如果不加高岭土的话，根本烧不成那种大气。所以就现在就是通过测试也证明了，因为单一的磁石的话，氧化铝含量根本达不到那么高。通过测定景德镇单一的磁石，所以一测景德镇这个元青花典型元青花的瓷胎以后，也就发现它肯定是加了高岭土，要不然氧化铝含量达不到那么高。所以这点是没问题的，就是说呢，这个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瓷胎是用了二元配方，这是没问题的，就是瓷石加高岭土。所以这个大家看书经常会提到一个二元配方啊，实际上从元以后，景德镇的瓷器胎子都是采用了二元配方啊，而且它这个氧化铝的高岭土的量越来越多，到了清代的时候更高，所以清代那个瓷器啊，就是你看到了雍正时候那个瓷器啊，它烧的这个氧化铝高以后，它可以增加瓷的白度，
而是提高烧成温度，瓷器机械强度更强，它的瓷器啊不容易破损，就是这个景德镇元青花瓷器这个胎啊，它是明显的，刚才讲它是这个二元配方法啊，二元配方法，而且它这个氧化铝含量提高，可以增加它的烧成的范围。烧成范围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个高温铜红釉，或者是这个霁红啊，或者是釉灵啊，烧成范围窄。烧成范围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这件瓷器啊，我要在窑里烧的时候呢，它要有一个温度范围，也就是说，比如说1320度到1350度。这个温度期间，我都可以把它烧成，明白这个意思吧？嗯，它就有20度到50度，有30度的烧成范围。但是这个高温铜红釉跟这个釉里红就不行。氧化铜这种东西啊，对这个烧成温度范围啊要求特别严格，有时候就是几度、两三度，超过这个温度就完了，一高就烧飞了，它就挥发了。啊，一滴它就颜色发不出来，这就是一个烧成温度范围的概念。氧化铝含量提高以后，可以增加这个烧成温度范围，它就有这么个好处啊。另外我刚才讲提高机械强度啊，这是它氧化铝的增加以后有这个好处啊。就是关于元代青花瓷器的胎呢，就是你要掌握也是二元配方，另外一个它的胎子并不是很纯啊，并不是很纯，明显的比不上明清青花瓷器的胎子洁白细腻啊，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对于我们鉴定也很重要啊。再就是元代青花瓷器的釉，元代青花瓷器的釉，上面大家看标本也可以发现啊，它这个釉子呢是一种青白色啊，白中泛青啊，白中泛青。那么也经过科学工作者也经过对它呢也进行过这个科学的这种测试，那么发现呢它的这种元代青花瓷器的釉呢它既不同于青白釉，也不同于软白釉，就是说呢跟咱们上午看了，你看有青白釉或者带标本啊，青白釉我不主张给它叫影青啊，这个叫法不准确啊，影青这个概念啊是到了晚清才出现的啊，晚清才出现的。这个，而且他当时主要是讲是永乐的时候有一种那种暗花的那种装饰的，也是青白色的瓷器，它叫影青。那么后来人们把这个宋代的景德镇青白瓷啊，也给它叫影青，因为它有点类似，是吧？也给它叫影青，但是呢，我不主张给它叫影青啊，就叫青白瓷。宋代的文献啊，也是叫青白瓷，或者叫青白器。没有，那时候没有宋代文献，当时根本就没有说这个影青这个词儿。我刚才讲影青这个词很晚的啊，到了晚清才出现影青这个词，所以不要叫影青啊，这样也可以跟永乐的那种所谓真正那种影青啊，你给它区分开来啊，就叫青白瓷啊，就是包括就是宋元的景德镇这种东西啊，就叫青白瓷啊，其他窑的也一样，就是青白瓷系的这种东西啊，都叫青白瓷好了。这个我刚才讲它是介于软白釉跟青白釉之间啊，它呢就是说呢。主要表现在什么呢？它的这个氧化钙的含量啊，稍微低于青白釉，又稍微高于这个软白釉。氧化钙的含量，这个氧化钙呢，它在釉子里啊，它是一种溶剂啊，溶剂助溶剂。那么这种东西加在釉子里呢，它可以增加釉子的这种玻璃质感啊，玻璃质感，也就是釉子再一个可以氧化钙含量高的话，它有增加它的流动性啊，流动性。但是氧化钙不能太高，氧化钙这个东西啊，因为我是学工艺的啊，我在学校学工艺，氧化钙这个东西如果含量太高的话，它容易造成这个釉子，它容易造成釉子吸烟啊，釉子吸烟，就是说这个烧出来的瓷器啊，容易发黄，或者是发灰黑啊，这个氧化钙含量不能太高啊，没有它又不行啊，没有它又不行，氧化钙就是石灰引进去的。石灰，这是这个它的主要表现在啊，一个是氧化钙的含量啊，比这个青白釉低，比软白釉高啊。那么氧化钾和氧化钠的含量呢，比青白釉高，就元青花这个釉子当中啊，氧化钾、氧化钠的含量比青白釉高，比软白釉要低，那就是说正好介于青白跟软白之间啊，所以这种。
别人问起来元代青花瓷器釉，你可以告诉他，它是跟青白釉不同，跟软白釉也不同啊，它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釉啊，就是元代青花瓷器的釉子啊，元代青花瓷器釉。下面我再简单谈一下关于元代青花瓷器的款式问题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家一定要脑子一定要有数啊，元代青花瓷器的款式。那么除了我上午提到的至正十一年。